千羽协爆挨打。电影《叶问三》的拍摄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连日忙于港戏的吴千语就说即将要拍有打斗场面的戏份，看见千语 BB 咁弱质纤纤，真是令人担心，不知峰峰到时会不会监场睇实女友有冇俾人虾？使唔使打噶？你啊，俾人打，被打。哇，咁林斌你要监场啦，系嘛？其實我自己都有啲驚，係一班武行嚟嘅，應該即係做嗰啲角色嘅，咁所以係幾驚嘅，因為佢哋好恐怖啊！喺現場會無啦啦打個後空翻啊，前空翻啊，即係佢哋係好有力嘅，拳都好有力嘅，所以我好似要俾佢哋只打一拳定刮一巴咁。千羽 BB 看来真的害怕到真，林峰应该要趁这个时候飞扑出来英雄救美啦。他在横店很近的嘛，天各一方，上去探你的，他说去探你的，因为太远了，真的太远了，因为来回成六七个钟的。未探我班吗？未啊，暂时未了。